哇，这里的景象又与之前大大的不同。不愧是地界幽都，不论风土景色，都与地上大义齐驱。俺拜邪锁链之赐，活了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不可思议的光景。皮真也有同感，修罗鬼界果然是真有其事。然而如今亲眼目睹，却又觉得如真似幻，仿佛是自己是在做一场大梦一般。灵幽玄幻，地界四海，这元分生人所应见的景象，咱们靠着混元宝塔强闯，此举虽是大为天道诛礼，但也是出于不得已。虽是如此，咱们也是为了阻止见邪，为天下苍生性命，财富地界，咱们师出有名，就算诸神众仙说咱们不是，也管不了那么许多。不过我说子峰大姐，这里全是峭壁断崖，虽然看起来壮观雄伟，但咱们一路来此，总不是来赏景称奇的吧？自然不是。各位可有看到远方那石阵与发光的金盘？见到了，那石阵的排列是与风有蚩尤右脚的荒石种类似，但不知那水晶明镜是？那是前往地界核心的玄海的天境法阵，在那里施用一顿之法，便可把葬在天境上的大火都送到幻海的三荒明原。根据古籍的记载，赤炼渊就位于三荒明原的某处。啊，我也听过三荒明原，听说那里冰火共济，四方之热自寒的一所奇景，莫非神剑就藏在那里？正是，不过这天境法阵亦能聚炼灵气，向来是群妖所好之处，咱们要使用法阵，得先打发盘踞于此的众多妖魔才行。总而言之，又得活动活动筋骨了。别的倒还不易，打架最是简单，咱们这就上吧。嗯，大伙都站定了吗？我就是开始施一顿之法，仙道御法，神移天下八方，流转魂躯，同生光舞腾挪。